每天只花十七块，下了大雨，春风逼雨水淹没到膝盖。我这么有种，可不会游泳，所以娘亲筹资金，我想我必须离开。直到我要走时，看到一则小广告，我上个月没交水费，现在找我要。我皱了皱眉头，拿出了 vivo， 最后才想起来这片 ghetto 怎么可能有信号？我哭着问房东微信还是支付宝，他说他也没信号，心情比较好。我哭着说我年纪还小，每天吃不饱。他像只布谷鸟，说咕咕咕咕，再晚再困好不好？然后我硬着头皮去买了包槟榔，问老板能不能连上他家 WiFi。我看着他的眼神，就像看着我的亲。他说